看北京卫视收藏秀，掌声有请主持人王刚。谢谢大家，欢迎收看中年理财收藏秀。我先来介绍三位嘉宾啊，一位是央视的著名主持人韩乔生先生，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著名导演，也是一位主持人英达先生，还有一位著名的画家都本基先生。三位鉴赏家呢，一位是北京古琴研究会会长吴钊先生，著名的收藏家、资深的艺术品经纪人翟建民先生，双语堂主人、年轻的鉴赏家卞以文先生。到将要出场的这件器物，不免有一点陶陶然、悠悠然、熏熏然，总而言之有点晕，有点陶醉啊。在他正式出场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。细心的观众许注意到了，演奏者正是坐在我们现在专家位置上的吴钊先生。现在就这架非同小可的古琴将由大屏幕直接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，请看两宝。三位嘉宾，近前看。在三位嘉宾欣赏这架古琴的时候呢，我们请吴钊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子。这把琴叫做松氏坚毅，它是早年就是说民国初年的时候从清代宫廷里头流落出来的。这把琴呢是宋徽宗命令人做的，后来到了清代以后呢，是归这个乾隆皇帝收藏，乾隆皇帝专门还为他做了一个盒子，而且这个漆基本上保持着宋代时候的原来的漆，虽然是在清代末年的时候经过一个姓王的师傅修过一次，但是基本上保持了这个原样。这是流落在民间的唯一的一把真的乾隆的琴，收藏的琴跟那个盒子。好，谢谢，请就位。那么这把琴，因为前不久在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拍卖过，有成交价。我这里呢也给大家两个参考价：2009年中国嘉德秋拍《明月录》知音琴2184万元；2009年北京矿石秋拍《太古遗音琴》2072万元。这把琴比刚才说那两架高得多，价格。大概是多少呢？怎么样？好，一块亮。杜先生，这是8500万，是不是？5500万，8500万，更有钱在那儿呢，1亿5000万元。别给他鼓，他没那么多钱。我要是能够有这么多钱，那这把琴就太多了。人手一把，关键就在于这把琴，它从宋徽宗到乾隆两代帝王，文化之帝王啊。那吴先生，我倒要请教一下了，我这琴过去没听说这么值钱呢。正因为它非常值钱，所以好的琴从宋代开始就有人造假了。
像这把松石千艺琴，当初在民国那个年间的话，都是要几十根金条那个价钱。那么现在是个宋朝琴，就一亿，哎，一亿五千万，哎。这咱就不能了啊！也该到这接底的节骨眼了。吴仙儿无形中把我要说的，就这架琴，一亿五千万元。哇！省我的事儿了，不是？挺好。好，啊，那这个，英达知道啊。我说杜先生第一次来，没关系，这才一个小小的开始。啊，在后面三番，如果三位嘉宾都猜对了，将给你呀，啊，由啊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提供的乾隆御笔的汉柏图，啊，拍卖价也是成交价8700多万元呐，啊，是他的复制品。复制品，得把我闪着一下子。惊人报价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？我的保守估价是1.5亿人民币。神秘山洞到底藏着多少宝藏？咱家那个值1.5亿的东西好几个呢，一批呢，是吧？最热烈的掌声，欢迎第一位藏宝人出场。大家好，您请开始介绍。我是来自北京的藏友，我的名字叫周文龙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把汉代的古琴。这把古琴是我1987年的时候回我的江苏老家，我奶奶说你爷爷临走的时候给你留下了一批东西，把它藏在那个山洞里了，并且说这些东西都很值钱，那么这把琴就是其中的一件。我这把琴是汉代的，我的保守估价是1.5亿人民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在座各位。三位，今天如果这架琴是真的的话，真是大饱眼福啊！啊，就这一个来小时的时间内，我们看了两件都价值1.5亿的东西啊。三位，上演吧。这不止啊，鉴赏家请。好了，请就位。我先想请教一下的我们这个藏宝人，这个文字叫曾王之葛琴，子孙永保用之。哦，好了，乔生说说你的看法。我呢一看这琴呢，我就在想，这个第一呢，这个琴说是汉代的话，它也是属于汉代这个准民间作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这个基本上这个绘画水平啊，确实有点像我儿子小的时候画的画，真的笔画比较简单。再有这个，因为汉代到现在转眼之间2000多年了，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更迭转变，琴上呢看上去我觉得很干净。我再看了看刚才穿琴的那个上面的琴上的一个孔，我在想，如果在汉代就开始享受这种帝王之乐的话，就是这么说吧，必须得是王刚英达老师出入的这种场所了。但您这怎么看？怎么看？真的，比我们家那把10年前的仿制小提琴一点都不差。怎么看？怎么有点像把吉他？好了，我跟您说一下啊，这把琴呢，我那个拿的运回北京来已经有快20年了吧？快20年了。从我这个研究它来说的话，这上边的漆器都已经能够把人的手都能给拉破了，也就是说这个漆最少也能达到1000年以上。再有就是保养，你说这么新，哎呀，说起来保养这个漆器啊，的确很劳神，每天必须要拿毛巾，必须是纯棉的毛巾，要擦拭，使它保持一定的湿润度，要不然的话，这把琴早已经就干裂了。这2000多年来就这么擦着就过来了？不是，这个呢，我可以这么说，这件东西呢，从我爷爷那边传下来的东西，绝对不了这一件。而且刚才我说了，我说的是一批东西。一批呀？对。那您家还有好几个亿？你哪天我邀请您到家里去看一看，好吧？
我带俩。别，他到时候他动了坏心，你们千万那么家里。哎，英达老师，那么多好东西，这种人不能随便抢下。哎，不，你要请你请我去。哎，好。好的，英达，没有你的想法。哎，我看我说什么想法？这让我们说，这不就是，这不瞎掰吗？是吧？狗熊收棒子，我这不是瞎掰吗？是吧？哎，您这话有所指啊。啊，对，我忘了您这个，您想。我的意思是说是这样啊，比如有一种琴啊，1亿5000万是吧？被咱韩老师蒙中了，有这么贵的东西，它一定会出现很多的。但是如果这件东西不是真的，是作为一个仿品的话，我觉得有些地方啊挺奇怪的。比如说，我就想问，为什么他不做琴弦？这个如果是仿品或者作假的话，那这个人也很独出心裁啊。那没有琴弦，我都可以给你解释。哦，因为他爷爷那个年代是抗日打鬼子年代，都需要头发撕雷，把这琴弦拆了以后绑地雷了，打鬼子了。我见过说话不靠谱，没见过这么不靠谱。见鬼子，挂弦挂的原来是这个琴弦。对，琴弦你挂的就是这架琴的弦。喂，王老师，我说点，我听他们，我实在有些寒巧，我实在受不了，忍受不了。他太外行了。您内行，您说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敢说内行，但我不知道刚才他那1.5亿是怎么蒙出来的。哦。他居然让他蒙对了。嗯。我还英达老师，我您才蒙对一个零头。对呀，英达老师还是比较老实。嗯，我说点专家的看法。嗯，我们把专家眼睛挡上，然后我再说。嗯，我首先肯定它是一把琴。哎，这高，这的确比韩乔生那个靠谱。是，哎，绝对不是埋地雷的东西。对。我提点1亿，这个收藏者也别生气。我呢说点外行话，我是个画画的写字的，我从这个画画写字的角度上我提点1亿。嗯，我仔细看的上面，你别生气哈，我就是你这行文字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确实没有认出来它是什么字，但是这字形我看得很清楚，大篆。对，我要刚才为什么要问他这个。对，好，您接着往下说。哎，咱们说大篆是什么时期呢？它是春秋战国时期，对，从金文、石鼓文演变回来的，演变到石鼓文。你说到汉代了，到秦汉时期，李斯已经把它统一成全国小篆了。对，那是小篆，小篆以后汉都是隶书了，已经。是啊，那么怎么到了汉代的时候，大篆又出来了？对，您的意思它是秦朝以前的？啊，不是，不，您的意思它不止1.5亿。如果它还有点价值，咱们也得值3亿。对，这就2亿可能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特别赞同，我想起来了，因为我儿子当时画那画，你别老提你儿子，就是从那个马王堆里面找这本小人书，我是他学着画的。马王堆里还有小人书？谁知道？好了，现在我们来请教一下各位观众的意见啊。英达，你后边的朋友们认为真的比较多，而两边认为假的比较多。嗯，最后真与假谁说了算呢？那么还是请出鉴赏家最后的意见。好，谢谢。一请护宝锤。张什么乔生，你是一向胸有成竹的，现在我啊想让你表达一下子，胸有成竹的表达一下子，你最后的意见是新的还是老的？即便他不是那个年代，他也给有个小500-600年的时间了。哎呦我的，这费劲！这个人家皇帝一唱那歌多大气，我还想再活500年。你像五代人，他就250年，就250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，就到你这儿了。
没关系，到我这就不是二百五了，就变成了三千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说准确点，我求你了，乔师。好好，没事。韩老师，每次我都近乎恳求的向你啊，韩老师啊，说个简单的。王刚老师和我一起共同给我一个意见。王刚老师现在表情就是两个字儿：忐忑。这不正确，我弄不了那玩意儿。我觉得这个琴呢，这么着真不好意思，假的。警察先生，就看刚才你看人家乔生多那，我痛快，怎么了？老人最痛快，不就这东西吗？啊，那个说之前我先提俩问题行吗？啊，行。我第一个问题是啊，那长得跟公共厕所似的那东西干嘛用的？这得先问清楚了，我问清楚了。这个你没去过？没有。哎呦，我们欢迎你去啊！我们自己家有厕所。欢迎那个长得很高大、很伟岸的人，哎，坐在小板凳上、草棚子里一待，这叫卧薪斋呀、啊！哎呀，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啊、要不我得问先问这东西呢，你知道吗？这不能乱答呀、啊，这个。你要是回答一旦有所失准的话，就可能给北京又增添一个旅游景点。您看那多像卧佛带的地儿啊，您到那特别的准确。哎呀，快点了。我也说假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万一我去那儿坐着，他有一个韩乔生自我陪呀。杜燕，啊，我现在就愿意和韩乔俩做个伴儿啊，就是假的。好了，大家也看到了，我们两位小姐已经转了半天了。如果说这个真相是他说的，咱们一号藏宝人讲他这架古琴呢是汉代的，我们将奖给由北京啊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提供的纯金金牌一枚。如果不是，咔嚓，啊，因为说老实话，他这种古琴就是老的，他这料他也绝不是紫檀的，也不是黄花梨的，是不是？那个藏友，您就多俩字儿。您这琴就保住了，汉代后代的。韩老师，一会儿啊，咱别跟他唠了，你听我的，行不行？不，您千万别听他，他就给您砸了。那谁，乔生，那稍，这累了，稍歇会儿。那有矿泉水，喝一口。生死文书签过了，签过了啊。现在退出很来得及，我跟你说，不退，不退。现在这观众都特别好心，我最后再给您一次机会，三位嘉宾，你们说说的是退了还是坚持？退呀、啊，以退为进呢、啊。我鼓励这位藏友啊，要坚持就坚持到底，虽然呢我不看好，但是呢。也有可能啊，也有万一啊。再者说了，是吧？咱家那个值1.5亿的东西好几个呢，一批呢，是吧？不缺这一个，砸了吧。嘿，杜英，退了吧。摆在家里也确实是挺好看。大家说退不退？大家说退不退？退。哎呦，我们这个多好，这些朋友，怎么样？谢谢。啊？谢谢。太好了，我觉得。太好了。好吧。您听我的，啊，好，我退，大点声，我退，好，识时务者为，退了也不许后悔啊，退了，如果万一鉴定，哎呀，是汉代的呀，那个保利提供的那个纪念金牌就没有了，不要这金牌了，咱那1.5亿都出来了，要个金牌有啥用啊？哎、对呀、啊，不退，啊，退啊，那好，请起立，你这样我也心安了，我不愿意老弄这个。我也但愿他是汉代的，但是，木质十弦琴，造型与曾侯乙墓出土十弦琴相似，但琴面彩绘纹饰画工粗陋，纹样内容为取自汉代其他漆器制品，样式为拼凑样式，材料呈现代化学材料特征，经鉴定为现代仿品。谢谢。那我想我们要掌声祝贺三位嘉宾了，三位都是旗开得胜啊。
剑出鞘，寒光逼人。宝物现身，众口一词。油灯他，太爷。油灯也叫盏啊？真的吧？我自个儿，我这行不行？请第二位藏宝人出场。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王老师，您请开始介绍。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件藏品呢，其实主角不是他，而是在这儿，宋代胡天瑶影青瓷魁口茶盏。这件器型呢，端庄大方，胎质均匀，釉色温润如玉，实为是一件收藏的佳品。我的自报价是20000元人民币。您手里拿着这个呢？实际上呢，我这把剑呢，跟这个盏呢，还是有很深的渊源的。嗯，是这样的，要是没有这个茶盏，也不会有这把剑。但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我是一个年轻人，但是我非常喜欢那个收藏，但是眼睛也不够，学识也不够，我就得有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老师带着我。所以呢，当我收到这件藏品的时候呢，我就把我的老师请到我的家里来。老师呢，看完茶盏给我讲了，茶盏呀，是古代文人墨客的一个雅玩，平常呢还用这个琴棋书画来陶冶自己的情操。后来呢，老师呢就让我也请我到他家里面去看他的藏品。我一进屋非常惊讶，我发现我这老师啊是一位非常儒雅的长者，但是他呢却收了很多把宝剑，我就非常不解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古代的文人啊，不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这样，都是手无缚鸡之力，这文弱书生，都是一个个呢男子汉，习文尚武，杀人也不见得眨眼。于是呢，老师看我喜欢，就赠了我这把宝剑，说呢，说你既明此理，应该佩剑。我这个人平常可能有些文弱，老师说希望我佩此剑以壮胆气。所以今天来到现场呢，我不光把我这件藏品茶盏带来，也把这把宝剑也随身携带。那你今天让我们断真假的是剑还是盏？是这个盏。是盏。我能看看吗？哎，这一般咱们大伙都愿意看这个，叫大伙先看一看。宝剑从三国剧组拿来的。谢谢英达老师。七星剑还是看着平时玩不玩剑，一是拔出来唰一道寒光，关键是怎么收回去，重要的对收回去瞄不准呢。嘿，我跟你说最难的是收回去，因为难得这么大岁数眼都不花，我根本不会玩剑。但是为什么就是演古装戏啊，有时候这要配这个，最怕的就是这个让我抽出来，那你看刚才那一下是不是机灵一下，但是真的这个才厉害。哎，好了，拿好。哎呦妈呀，三位近前看啊，主要看那茶盏青金石。好了，最后英达先说是吧，说那个瓷器是吧？对，瓷器。不跟剑没关系。人家要求说瓷器。哎呀，我刚才是光看剑了。你看看这你不早说。但是我有一个观察啊，我觉得非常奇怪的，就是我发现这个上边的这个盏这个碗啊，里边有一个像烧的一个凝结了这么一个沙子粒儿似的东西在里头。如果它是一件真品的话，它为什么上面会有这么一个东西？啊，当时我们知道有很多窑口烧东西，它里边有毛病的话，它可能当场就给碎了。有这样的，我到目前为止，我只能想到这儿。嗯，好，杜先生，这个东西呢，我总看，你别生气哈。啊，没关系。下面我觉得那个圈足底下那个釉啊，弄的是极端不利索。因为。这个就像那种影青瓷啊，据我了解，它主要是民用，而且这种瓷器主要是出口瓷，所以我想可能不会太，可能会有一些瑕疵。你说的我也同情，它本来是个玉的效果，可
可是我怎么也看不出来他是个玉的小童。没，因为宋代的引青瓷、啊，尤其是胡田的引青瓷，在古代就称为饶玉，因为饶是胡田的地方的称呼，它是对他的一种称赞和形象的比喻，但它肯定没有对不具备玉的功能。对，好，乔生就知道这个老说推杯换盏，推杯换盏吗？我怎么看你这怎么看怎么像个油壶。油壶、哦、我看着有点像油灯。哎，这就是早期油灯，油灯它太油灯也叫盏啊。哎啊，对，是。如果说是油没完全长点的话，可能偶尔为了防止扫荡怕发现目标，所以呢没点这灯。但是这个呢，我觉得那鬼子那事儿，它只是盛油，而不是说用它装酒。我这是观察的，我要听明白了他说什么，我都是个。没听明白，没听明白就听明白了吗？这应该听明白了吧？我大致听明白了，当然不是很明白。就是大致听明白，就是您的智商怎么能够比英达老师高呢？我觉得很惊愕。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呢，就是说它从造型上呢，对它有一定的说法。但是我听明白，你把它说成是，油灯啊或者什么，它肯定是一个标准的茶盏的，上为盏，下为托。它是茶盏，那是不是现在问你是不是老茶盏？我不是说吗？它是老物件。但我刚才想说什么呢？我下潜台词没说，真的，在都是坐这儿推后。说到这儿了啊，当时的这个工匠这个拿到图纸以后啊，结果是阴错阳差，做了一多功能的图纸弄错了。您这说法我有点接受不了。你看这个，您王老师您干嘛？我跟您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。我跟你讲，不是你再说我自个儿，我这行不行？别，我不能对您，我自个儿我这行吧？您自己对我，您也不值当啊！哎。天哪！好，这事儿太好了，终于用我们的语言又听到这么美妙的声音。老师，油灯也好，茶盏也好，那到底这个东西是新的、真的是假的？对，您把这潜台词快说出来行不行啊？有可能是宋代的作品，100%民谣。这是费死劲了。好了，大家发表意见，快点，咱们好容易有机会表达我们的意见，快点。哎，这回认为真的是多，乔生认为是真的，是不是？啊，真的。哎呦天哪！领导，我发现我身后的观众这是心眼特别好啊。老什么东西都觉得是真的，那我随他们一回啊！我啊，是吧？真的，杜先生，真的吧？啊，三个又都认为，刚才也没说是又都是一致的啊，都认为是。后边有没有认为是假的呢？我就仅从一点，就是它的色彩，如果是真的话，它色彩是内敛的；如果是假的呢，它是外发的。我就第一眼看到这个东西。我觉得它是外发的，所以我认为它是假的。好，明白了。真的假的呀？我真没看出来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呀，我们就想上那儿待会儿。英达老师啊，说是这是真的。如果万一他要真去错，他要做了错了，要坐那儿的时候，我帮他盯着点儿。你就是为了顶他是不是？哎哎，英达，看出来吧？我这都什么群众啊？人心不古啊！啊，那哪位？啊。啊，我感觉像假的啊！我感觉像假的，感觉，因为，我感觉是有点像做旧那种。啊，做旧那种，嗯，好了，有明显做旧痕迹。我们请出鉴赏家最后的意见。谢谢，二请胡宝锤。先过了，全过了，现在退出不？不对，如果是不对的话，你愿意我砸哪个？
这话问的。您最好奶都别撒。是啊，但是万一要是二者取舍呢？我来的时候，我老师给我带了一句话，他说如果这个茶盏要是不对的话，他就让我用这剑，跟您一起，共劈此盏。好。我天、啊。还真应了剑胆琴心啊，这也是一种君子情怀，带着几分悲情。不退，不退。哎，你先把这剑拿走，我怕把这剑碰了。嗯，那上面还有一些珊瑚啊、松石绿啊，然后真的啊，咱说不退，不退。好。头回啊，收藏秀头回，仨嘉宾全跑那儿去了，多好！英达导演带头，多可爱的嘉宾啊！啊。这也是一种文人情怀、君子风度啊！再次给他们鼓掌。啊，谢谢谢谢，我们听一听这好，卧薪嘛，哎，他不是坐薪尝胆，卧薪，哎，有点卧佛的意思，嗯，多好。好，看见来，我们来看看专家的意见。影星釉茶盏托造型和宋代同类相同，做工较精细，釉面亮润，但釉面明显化学人工做旧的痕迹，经鉴定为现代仿品。对不起，小伙子啊，刚才说这东西不对的三位可以代替你们的主嘉宾到前面就坐，欢迎他们。亲爱王刚老师，问一下，您为什么只砸了托？没砸那盏，盏呢？啊，让他拿回一个相对完整的回去，好好琢磨琢磨。而且我就觉得这就是造假的话，这俩好像也不是一个窑烧出来的，起码不是。您是说本来就不是孪生兄弟？你都盘腿坐这儿，你怎么还白活呢？我们这我知道，君子之风可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已经失去了失败，然后下回争取胜利。是是是啊，我们就是做给做的人。咱们一块热烈的掌声，请出第三位藏宝人上场，行不？神秘八卦顺序错位，中间那一卦哪去了？是故意而为，还是另有原因？确实假兮兮。大家好，好了，咱们抓紧时间，您请开始介绍。大家好，老师好，我叫假兮兮，我是一名学生。大家千万不要被我的名字所影响，虽然我的名字假兮兮的，但是我的藏品可不是假兮兮的。我今天带来的藏品是一个香炉，我妈管它叫什么龙泉窑，具体是什么龙泉窑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我妈其实挺喜欢研究什么易经啊，什么八卦呀，所以这个香炉上也有一个八卦。然后我们家呀，就全体的就研究啊研究啊研究啊，然后都认为它是真的，所以我的报价是3万5，谢谢。3万5，好，3万，请。3位，请。香跟文人呐、啊，那个关系是密不可分的，啊，咱们可以举点什么例子？我一位弹琴的一位文人哈，给我的感觉呢，我是没有听过琴的哈，没听过。我有一次好多年前去洛阳，白居易的一个故居，那么他请了一个朋友啊来弹琴给我们听。这个人呢给我的印象啊，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个酒鬼，
什么弹什么琴呢、啊？嗯，咣咣咣，拿了瓶，拿了酒瓶，喝了半斤，喝了半斤白酒啊！我不会喝酒的人，看见喝那么多酒很厉害嘛，啊，然后呢，开始就弹这个琴，弹得非常匀匀呀，非常悦耳，一流，哇，真是这个功底啊，功力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可以用一个少林寺的一个和尚的一个功夫来比较，哎，但是他是个文人，弹了一半，然后再喝半瓶，然后再弹，哎，给我感动坏了，啊，忽然是有这么一个感悟啊，哎，好了，您对这东西怎么看？您先说。它是假的。好，您，我觉得那红有点不太正，火石红我们叫啊，不正，您。各位，李红，咱们是真的假的？我听大家的，假的。哎呦，这位这行，三位这回你们还有我们还有啊说话的份儿 啊，对呀、啊，咋还能说话啊？哎呀，如获特赦一般是吧？你先来吧。色泽，明亮，外形完美。确实假兮兮，这个女孩子名字多先生，都是您来，肯定是假的。怎么这么肯定呢？他那八卦，周边八卦，我刚才仔细看看，这个排列顺序不对。比如那个艮卦和那个震卦，它就这两卦，就这两个，这两卦它不是挨着的，中间那一卦哪去了？所以我觉得有点不明白。我同意大家观点，我宁肯在这再做一次，我不走了。你看，我还没说话呢。哦，是吗？哦，对不起。对，我就主持了一下，我让他们俩说话。我以为啊，你为了防止他太多说话，你想做一把。把我自己的给省了。对，干脆我先说。不，我得把他压下去。你们俩都认为是假的是吧？我偏认为他是真的。我看你还能把我罚哪儿去？我已经都坐在这儿了，我怕谁我？是不是？对。但不瞒你说啊，我上回跟您说了，我们家里头打醋也有几个物件。这个真的东西有的时候啊，真跟新的似的，那个颜色经常十分惊人。鉴于啊，你们也没地儿再罚我去了，我最多就是多坐一会儿，是吧？真的。你老拦着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他前天还给我一个物件，他说你看越旧越是真的，你就拿着吧。怎么做人这样呢？同样是东西，你怎么就这种态度呢？当你骗傻子的时候，你当你得那么说了是吧？好了，还坐这儿其实蛮不错的，这地方，这样挺好的。要再来一盅喝一喝。哎呀，对呀，你怎么想？而且那个完了的啊，王刚老师，我有一建议，就足球比赛里边他要是打平还有加时赛，就今天他要是错了的话，下期节目留到这儿坐，开场就坐到这儿开始。那都可以，但是还得有个条件。我上次万一你说了你做不到，我做客你那个体育栏目，就评世界杯的时候，我就想说过，我说想弹得畅快，一边看着球，一边得这才文人。好了，那么大家来表态。哦，居然大部分认为是真的。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子鉴赏家的意见。好，谢谢。三秦胡宝锤，贾西西，小姑娘，嗨，这西西挺漂亮的名字，生死文书签过了，签过了，如果是新的话，当场击碎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，小姑娘。不退了。你看人家那位叔叔，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听过这句话吧？听过。哎，怎么样？不退了。不退。站远点，姑娘，万一要是什么碰着就麻烦了啊！真的站远点，站远点，啊！这很危险，这一下子下去，他有时候他这个，他这不太好砸，他要是啊。这还是危险，主要别碰着你。
边别碰着你，宁可碰着我。对不起，姑娘，啊，要挺住。听听鉴赏家的意见：龙泉窑八卦弦纹三足炉造型规范，和宋代龙泉窑同类器相近，釉色匀称，但釉面成分欠自然，胎质过于尖涩，手头偏轻，整器有明显的做旧痕迹，经鉴定为有较高水平的现代仿品。恭喜三位新嘉宾都答对了啊！同时我觉得我们尤其应该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今天三位嘉宾，他们通过他们精彩的辩论给我们带来了欢乐，谢谢三位，谢谢。如果您注意到了的话，今天三件藏品全都不对，这就是当代艺术品收藏市场的严峻的现实，所以我们还得继续贯彻我们的宗旨，去伪存真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